上班前，央行了。上班后，救命！下班时，我想要的金色传说，我拥有的。跟客户开会前，去安排一下。跟客户开会后，面试前，央行这种地方我凭什么呀？面试时，对薪水有没有什么要求？多多益善。入职后，我真的是谨慎在这座山中维持。下属面前，你没有个人时间，必须24小时严格待命。老板说的，放屁。抖音。